一妹，哎，我又叫错了。大姐，部队马上出发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们落不了后。哎，哪来的摩托车啊？我哥做的。你哥做的？好手艺，结实吧？当然结实了。你看这轱辘，这是王朝刚送给我们的。王朝刚？嗯，您干的。来，大姐。大姐，你和钟怀就留在团里好好干吧。师里张政委指示我们，一定要照顾好你们。去玩去。虽然你和匡明分手了，但是有组织的关心，有这么孝顺的孩子，也是你的福气啊。是，我也这么想的。大姐，路上有困难，直接找我。政委，出发了，快走。找你呢。啊。郭政委。啊。我想谢谢组织，谢谢组织。好，我一个人打。钟怀，快点，部队快要出发了。哟，月季大姐，你们也去啊？ 听老钟说你们暂时不用去吗？暂时不用去那是老弱病残，不是老了还是残了。您看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说，老钟这么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。赶紧告诉老钟，下次你别操心我们了，我们一家人呀，往后就全依靠组织了。郭政委，你说是不是？大姐说的对，以后老钟啊，就多关心团里的事儿，小妹儿你就多关心肚子里孩子的事儿，别胡扯。 刘队长，让那个程序组员的人躲躲雨，他报的仪器，这东西很重要。队长，队长，你先下来。来来来，孩子，放在这儿。来来来，陆队长，来讲啊。放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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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上。
孩子，你躲躲啊！孩子，别淋着雨。哪里？哎呀，大嫂，这是你的女儿啊？对。这姑娘叫什么名字？钟柳。钟柳。走吧。长得真好看啊。一、二、三。好小子，孩子是时候，使劲。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。要是再下雨，咱们可连干柴都没有了。刚才炊事班提醒我，说粮食是保住了，就怕到了地方找不到柴火，只能吃生米。战士们烤火是不可能的。是啊，再穿着湿衣服行军，战士们连脚都抬不起来了。下边这个是给你准备的。哦，为什么给我安排到这儿？你是政委啊？你去看这天，现在好好的，待会儿说下就下。那钟团长和孟伟霆同志呢？小秦、炊事班老刘他们几个已经把地铺搭好了，马车旁边那那个，那就是给他们准备的。我不搞特殊化，去，把大姐他们请过来。这是团里统一给首长安排的，他们不够级别。级别？没看他带着孩子？去。是。哎，先把柱子搭去。是。大姐，别在这儿忙了，停停吧，停停吧。你看，树下那个帐篷，你们住那儿去吧。本来是给政委安排的，非让你们过去不可。这儿挺好的。已经下命令了，去吧。不用不用，再给添麻烦不好，这样行了，挺好的。大姐啊。到那边休息吧，带着孩子风里雨里的跟我们行军挺不容易的。老钟现在既要当团长又要顾那头，这边顾不上了。你是大姐，多担待一些。顾政委，看你说的，已经给添这么多麻烦了，挺过意不去的。政委，团长请你过去。知道了。我这到，安排好。是。再去检查检查那些粮食盖好了没有？哎，要是麦子被雨浇湿了，麻烦可就大了。是啊，现在看起来，连干柴都是宝贝。政委，刚才我去检查的时候，看见钟团长把他那个挡雨用的油布啊拿出来盖粮食了。那怎么行啊？我是专门从马车上拆下来给他的。那给他不要，他说战士在露天下能睡觉，他也同样可以，不搞特殊。我是给孟伟霆的特殊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按我说走走。政委，
小点声，团长听见该不高兴了。大家都很疲劳，一定会睡得非常死。你们值班的要注意加火，这个地方非常潮湿，不能冻命一个战士，明白了？是，请团长放心。好，休息吧。哟，水来了。谢谢，刚才还闹，现在就睡。娘，郭政委啊，对咱真好，可我心里咋就那么别扭呢？不但是郭政委同情咱，这队伍里好多人都同情咱，那咱为啥处处都让人同情呢？咱不是没给郭政委他们添麻烦吗？想那么多干啥呀？想起我爹办那些事儿，他就感觉抬不起头来。你说在咱老家，那不都是包办婚姻吗？人家咋能生儿育女过一辈子呢？他怎么就不行呢？人跟人不一样。一样就撇下一个再娶一个。我这个娘你还认不认了？我谁都不认，我也得认娘。就得了，只要认我这个娘，就得认这爹。娘。哎，咋了？快躺下睡，快，一会儿娘就睡啊。去给你爹送去。让你梦一泡泡脚，白天你脚扎了，怕你爹看见，愣是装着没事。你爹没时间管他，咱管。谁让你爹娶了他了呢？别绑了，快去。我不去。知道你就得不去。那我去。娘，不去，你也不能去。不，刚才你还说不愿意别人同情咱呢。就是，谁同情谁呀？都在隔壁摊上一块躺着。娘就想给他看看，娘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添乱的。哎呀，别动！娘，你不能去，你就听我一句话吧，娘。娘，别生气。小妹儿，哟，快来趁热泡泡脚吧。大姐，您怎么来了？快来，您先泡吧。我泡过了，你走一天了，连花带女的，你的脚都滑了，赶紧烫烫吧，要不被雨水一泡，您就该化脓了。怎么知道的？啊，你脚滑了，我怎么知道？行了，你知道不知道不重要，我知道就行了。往后啊，你就该忙什么忙什么去，小妹儿这有我呢，都是革命队伍里的人了，别总那么客气。你赶紧泡吧，你快你爸，一会儿我让孩子拿盆来啊。大姐，大姐，您慢点儿。你脚滑了，怎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有什么用啊？瞧你忙那样。刘月季都知道，你也不告诉我？泡泡脚来。不用啊。哎呀，泡泡脚。不用啊。水都打来了。不用啊。泡泡脚暖和，来来来，好了，来来。周怀，哎呀，你去。
你过来避避雨来。快快，哎，雨衣。娘，我也脱一块。衣服，衣服，衣服，把那。这丫头越来越漂亮了。长得越来越像伟霆嘛，她像我娘。仲阳，咱们走。干啥去呀？我不跟他一块挤啊，快点，走了。你烤个火，我去看看战士们。阿明，他忙他的，你快坐下吧，快坐下尝尝。月季大姐，您这么照顾我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那就啥也别说了。你怀着邝明的孩子，照顾好你不就等于照顾好钟家的后代吗？这往后啊，咱都在一个团里了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可别给邝明丢脸，别让人觉得咱女人说话办事儿水平太低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大姐，我知道我和邝明的事儿，孩子们都恨我。我能告诉你我是怎么爱上邝明的吗？这个我知道。您知道就是自由恋爱呗，就跟小千一样，看上小二黑了，俩人看对眼了呗。你呀比我命好，早早进入革命队伍了，赶上好时候了。我要是晚出家半年，那十几年前也就参加革命了，是吗？月季大姐，邝明，他是特别值得我爱的人，他可是个男子汉。那是，啊，他在我们全村也是长最精神的，还识字儿。钟邝明，他是个英雄。每一次冲锋的时候，他都是跑到最前面的。在有一次战斗当中，他还受了伤。受伤了？他的头流了好多好多的血，当时大夫都快急疯了，到处去找可以给他捐血的人。正好我就在他身边，我的血型是 O 型的。啥 ？O 型？反正输了我的血，邝斌就活过来了。他养伤的时候，我就去医院看他，守着他，
我看见他就觉得特别踏实。你看，我说你命好吧，我就是想伺候也伺候不了啊。那个时候，我正伺候我们家老二呢。哦，是吗？你再离近点。星血，啥？啥叫 O 型血？你知道吗？能叫你问就问呗，哪那么多话呢？我和三营的刘营长和王教导员去三棵树，那儿条件艰苦，路程又比较远。你带着团支单位去干海子吧。高协旅员带着勘察小组和当地收编的部队已经在那儿好几天了。放心走吧。哎，小孟同志跟你们还是跟我们？我把小琴留下来照顾他，也关照了卫生员，多费点心。我十天之后就回来了，注意安全。走吧。辛苦，你们来真快啊！我估摸着五天才能到。开荒造田一天都不能耽误，这么多人吃饭，是个大问题，不加快速度行吗，同志？马正，到！告诉大家，我们到家了。家？政委，家在哪儿啊？王朝刚啊，王朝刚，你姓王，我姓郭。你给我记住了，眼前的戈壁滩就是我们的家，当然，也是全体军垦战士的家。喂，哎，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听见我说话了吗？哎，你等一下，政委通了，你听听。我老听什么？啊，那个，我政委说不听了，我是王朝刚啊，啊。哎呀，很清楚，很清楚，正常，正常，正常。那就先这样吧。啊，好，好。我郭文银是最烦开会，最烦训人。你去告诉各营营长，到了以后，不要休息，放下背包，立刻给我挖地窝子。今晚上我去检查。是。这个咱们都是扛枪打仗的，挖个地窝子还不会吗？啊，告诉大家，谁要偷懒，别怪我骂他。是。回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挖地窝子要选择地势高的地方，防止这个雨水倒灌。茫茫戈壁滩就是我们的家了，要告诉大家把地窝子挖得深一点，上面盖上厚厚的草，冬暖夏凉，让大家住得舒服。地主老财过什么日子，我们就过什么日子。政委，你要有这么多话，干脆把全团都集合起来，你再训训话。啰嗦。是。
都干了一整天了，程巡守员，咱们回去吧。坚持一下，把这些桩子打完了再回去吧。这些天呢，干的实在是太累了。来，喝口水。高协理员，勘察组组长是谁啊？是那个新来的。我知道是新来的，叫什么名字？陈世昌。你不管是谁，工作效率太低。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出去了，天黑透了才回来，也很辛苦的。你天天跟着他们勘察？我倒没有跟着他们勘察，一来我不懂勘察，二是为迎接你们，我也有一大堆的事儿要做。监督不力啊，同志！大部队已经到了，啊，你现在连个具体方案都拿不出来，我怎么向市里汇报？我原来以为，大部队今天到，明天就可以投入战斗。你去，把他叫来，我看看这是个什么人。来，陈继水，啊，政委找你，叫你去的。好。我听高协理员说，这几天你们很辛苦，但是是不是工作效率太低了？我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。那好，我问你，什么时候能给我拿出个具体方案来？最快需要十五六天。十五六天？那你的意思是让战士在地窝子里睡上十几天？我们可以先搞营地建设。营地建设，你挖个地窝子也就一天时间，你挖的讲究点，顶多两天时间。你这样吧，我给你三天时间，先把初步方案给我拿出来。办不到，做不到的事情我不能答应。同志，我给你讲清楚，开荒任务很重。明年这个时候就要解决大部队的吃饭问题，所以得抓紧每天时间。你这个磨磨蹭蹭的工作作风要不得，得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。郭政委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政治责任心？郭政委，程巡守员说的情况都属实的。你扯啥话？我们这人风风雨雨来这干什么？坐老板凳？当然了，我刚才的话可能重了一些，我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。哎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先利用这三天的时间，抓紧时间找一块能够立即开垦的土地，先干起来，你再继续勘测你的。当然可以，我们周边哪儿都是平坦的土地，哪儿都可以开荒造田。但问题是在没有把整个地形地貌测绘清楚之前，是很难做出科学的规划。一旦这样做了，就会给今后合理的开发留下难题的。今后是今后，三天时间必须把方案给我拿出来。战士冲锋的时候冲不上去，叫什么战士啊？就三天。简直是军阀作风，怎么能这样？程巡守员，你听我讲，大部队连续几天的急行军，为的就是到这儿来，马上投入开荒造田的战斗。克服了种种困难，到这儿来一看，什么也干不成。这么多的人，一待就是十几天，作为领导，他能不着急吗？那也不能随便下命令啊！这是开荒造田，又不是打仗冲锋。要反复的告诉大家，以后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了。要把这个地窝子给我挖到高处，你挖到低处，洪水一来，全淹了。师长，你光说是不行，你给我落实。出来！来！你哪个王八蛋不眨眼的？敢骂老子？邱长风，政委，
在哪儿？我说，你们这些营干部啊，我告诉你们多少次了，这是糊弄谁呢？糊弄谁呢？报告政委，我们从小吃苦吃惯了，不在乎。先听我说，把他们叫上来。同志，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现在虽然不是战争时期了，但是对待这片土地要像伺候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大家都是庄稼人，种地打粮食道理还用我教吗？是，你干一天活连个安生觉都睡不好，能打好仗吗？啊，能打好仗吗？不能。我说也怪你，怎么传达的？我按照你的指示跟他们都说了。给我冲吧，给我冲吧。政委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冲啊！娘，给。孩子生在地窝子里，给他腾出个帐篷来。政委，那你还去哪儿了？到了，到哪儿了？中团长的家呀，团机关干部宿舍一排一号，中团长的家就在您脚下。乱弹琴。有人吗？谁呀？哟，郭政委啊，找我有事儿啊？王正刚，到，把东西拿出来，让他住到帐篷里去。是。小心，刚帮我挖好的地窝子，挺好的。挺好的。啊，我看看。哟，你腿怎么了？没事。当心。你看，是不是挺好的？是挺好的。可这只能睡一个人啊，邝明回来怎么办？你孩子生下来怎么办？那大家伙不都是这么住吗？人家月季大姐带着孩子也都这么住啊。月季大姐是月季大姐，她是劳动人民出身，你能受得了这个苦？政委，您这什么意思呀？那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就不能参加革命了？那参加革命就不能吃苦了？你算了，邝明回来之前我说的，我这个到办事。反正我是不搬了。你出去，我不搬。娘，来。哎呀，大姐还忙着呢。啊，没多少了，还没歇着呢，政委。嗯。郭爸爸好。哎。大姐的手真巧啊。嗨，没事儿，编点苇子，盖在那窝顶子上，上面再压上点黄泥。白天日光晒不透，下雨的时候还不漏雨，又冬暖夏凉，不是挺好的？哎呀，在干农活方面，娘给我们站起应该跟你学啊。这活都让钟怀、钟阳干了，我这没事烧点手干点这个。大姐真是好福气啊。那是。娘，里边都收拾好了，进去看看咋样啊？郭叔叔，您还不进来看看？郭伯伯。这是都一样。检查检查吧，我给你们检查检查。来，郭伯伯。哎，好啊，都是你们两个干的。对呀、啊，娘跟钟柳睡里屋，我跟我哥就睡这儿。哎呀，哎，对了，你上里屋看看来。您看看，这都是我出的主意。好，聪明。
不过没有你哥哥的力气，你也挖不成。啊，大姐，我转了一圈了，数你们家打得好啊。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，不挖好点哪行啊？大姐说的对，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。娘，娘，哎，来了。哎，小伙子，给你提个建议啊，把这儿挖个洞，煤油灯放中间，两边都可以照明，还可以防火。这，我刚才就这么说了，你还不信？大姐，行行，我知道你一个变的。这两个孩子干得好啊！你可别夸他们。大姐啊，大规模的开荒造田就要开始了。我想求你个事儿，给你安排个工作。我能干啥呀？哎，大姐，你听我说呀，到伙房烧水，从明天开始，战士们就下地了。这儿气候炎热，非常干燥，几百人要喝水，你说重要不重要？娘，我帮你干呀，我有小毛驴，您烧水，我再帮您拾柴火、拉水。干啥都行，这个想法好。你要干好了，我给你记功。我也帮娘干活。哦，你也干。哎，那毛驴怎么成你的了？哎呀，也给毛驴记功。这还差不多。大姐，这点活我一个人干就行，您歇着，要不然等团长回来该批评我了。小琴，连你也看不起我呀？觉得我是资产阶级大小姐，不会干活啊？告诉你，我是自己主动要求来这里的，我就是要好好锻炼锻炼自己。来，加把劲儿，在林里挖出一个大敌窝子，让郭政委他们看看。娘，我跟我哥去河里洗个澡去啊！这儿哪有河呀？今天早上我出去遛毛驴的时候，看见一条河。对啊，看见我去冒了吗？我看一条小河。你呀，先上你梦姨那看看去，看看他地窝子挖咋样了，给帮个忙啊！哦。去哪儿？他不是团长吗？有的是人帮他挖地窝子，还用着你去啊？就你跟我洗澡去。说啥呢？我没说话啊。中华，你说啥呢？我说，他不是团长吗？有的是人帮他挖地窝子，还用得着中阳去啊？废话，你也跟中阳一块儿去。你爹带三营上三棵柳了，没在家。娘，三棵树吧。行了，反正是没在家，你们俩过去给帮帮忙去啊。钟怀，我给你梦一编的苇席子在外边呢，你给拿着。钟良，你过来。钟良，把那给我。来，来，把这个给你梦一，照咱家这个，把那墙苇子给它钉上啊。啊。那去吧。大姐，你不能再硬撑了，要是等团长回来，可真该批评我了。是啊，再加把劲，就快挖好了。大姐，大姐你咋了？没事。三连一排的地窝子呢？一切正常。四连四排，速度稍微有点慢，我会叮嘱他们的。邱昌发那个地窝子现在怎么样？你放心，质量绝对过关，再也不会出现以前那个情况了。郭政委，政委，孟伟霆同志累倒了。
劝他歇着别干，可他就是不听。你俩啊，嗨，这算啥呀？我们俩有的是劲儿，别说俩人，看我们家那个十个人照样弄。也替我谢谢你娘。